大家好，我是三世界，然后我是赖宏伟，对，然后我的右手边是我们的就是三世界社团担当社长张一奇。好，然后重要的是我左手边，刚才有谁说十八年来没看过比自己更帅的人？看他看这边，这是我们三世界颜值担当文书陈瑞富。好，然后回归就是我们今天带来这首歌叫 Revival， 对，那它其实是一首日文歌，对，所以大家就听听看，对哦，然后就是。它是一部日剧的歌，叫《大叔的爱》。那我觉得它是我对最近的一些事情的一些看法，对，大家可以去看一下。好，那我就开始。Stay.
这个小智，赞、啊！我走在这么细的树干后面，都被你找到。我跟你说，我为了找你啊，我可是花了我很久的时间，我什么 Google Map、卫星定位系统什么，我都全部都用上了，终于找到你了。想必你来找我，你是为了拿到传说中的隐藏的道馆徽章吧？没错，被你发现了。啊，你要不要接受我的挑战啊？废话不多说，马上开始决斗。好，那既然这样，就决定是你了。出来吧，小微微蜜蜂。Mistina， 哦，你怎么知道我最讨厌蜜蜂啊？哼，看看你那庞大的身材就知道，你一定是被蜜蜂叮肿的、啊。对对对，我是被叮肿的，不是吃肿的。不，不是啊，赶快比赛啊！好啊。那、啊、你要不要秀出什么厉害的怪兽？那就只好派出我最厉害的神奇宝贝了，出来吧，卡比兽！小蜜蜂使用我们最大的绝招，超级宇宙无敌霹雳意大利面螺旋双螺旋左红酱之小蜜蜂攻击。再一次好吗？超级无敌螺旋霹雳双螺旋红酱左红酱之小蜜蜂攻击。啊！不要用我，不要用我！卡比兽使出睡觉。哎、等一下，你们这样观众要看什么？他们不想看两个人睡觉，赶快起来啦！哦，起来。好，那既然这样，我们只要出最后必杀技了，使用阿姆斯特丹螺旋桨干化廖任超帅之叮叮咬攻击，快点啦！不要在他那边，在他那边，不要在我那边，不要在我那边。不是，我想在那边，不要想在我那边，想在那边。向着南边。让我们欢迎由35届林玉泉学长、35届谢云秀学长、35届刘冠宏学长、35届谢云许优忠学长、35届陈一婷学长。在的向着南边。